其实，还有一件事情是你们不知道的。这是父皇写给你的。你说什么？父皇，昊天，你是指父皇？父皇还活着，严兆良没有杀死他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这信里面写得很清楚。快打开来看看。启贤，为父刀天之血，总算是存活下来。若非宋皇后和你大哥昊天的悉心照料，此刻也无法写这封信给你。如今，昊天正在宫外奔波，集结宋家旧部。为父希望你也能设法下诏秦王，兄弟里应外合，团结一致，合力讨回我大宋江山，还我子民一个太平天下。天，父皇还活着，父皇还活着。父皇，父皇，苍天有眼，感谢老天爷的眷恋和保佑，感谢感谢，千万个感谢啊。启贤知道父皇被谋害时，曾经激动地去找舅舅拼命，结果弄得备受羞辱，他一直活在深刻的痛悔中，着实受尽了煎熬。知道所有的事情，可是一旦面对面的站在一块，我心中还是有一种好奇怪好奇怪的感觉，我们竟然是兄弟。你这是在恭维我还是抬举我？如果我说是深深的歉疚，你信不信？蓦然回首，我曾经对你做过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恶劣行为。胡说，你这什么话？没有一件是我放在心里的啊。我知道你没有，是我没长大，我不成熟，从来我只当我是个天之骄子，没有我得不到的东西，没有人比得过我，可是却偏偏碰到你。小小的一个侍卫，竟然得到父皇、宋皇后、小青，甚至玉英和他爹所有人的喜欢和赏识，你凭什么嘛？我真是嫉妒，我真是不服气啊！我，可是我却不去想，不用心的去看，那是因为你忠诚勇敢、大度大量、成熟稳重，用你全身的优点去征服了每一个人呢。哎呀，我没有你说的这么好的。你当然有，你根本就是天皇贵胄，是人中之龙啊。是我不懂事，是我缺乏胸襟，否则我们应该结成莫逆的，而不应该是敌人。我很遗憾错失了这么长的一段日子，没能学得你的好的，却反而处处的跟你作对。不，从我进宫以后啊，我看着你一天天的改变，一天天的进步，听你刚才那一番话，那么忠诚，那么勇敢地剖析你自己，我就可以知道你整个人已经脱胎换骨了。
我想，这应该是归功于你身旁的贤内助。我不敢当，是他自己本质善良，天性使然。过往种种，你愿意原谅我，肯原谅我吗？我从来就没有怨怪于你，不管是从前、现在还是将来，因为我们身上都流着相同的血液。你们本是同根生，相认吧。大哥，七贤，皇帝，大哥，父皇还好吗？精神、体力、胃口都还不错，就是那双腿不大灵光。可在你和宋皇后的照顾之下，我相信他会很好的。你现在就像一根顶天立地的柱子，你是父皇的支柱，也是这个国家的支柱。曲仙，我是说真的，这一切我实在扛不起，我实在对不起父皇，更对不起祖宗和天下万民。如果这个皇位由你来做的话，我相信不是这个样子的。你千万不要这么说，无论如何现在坐在皇位上的人是你啊，你绝对不要泄气丧志，欺家屈服。记得父皇绝对没有放弃你，他对你的了解胜过任何人，他对你的信任和期望也胜过任何人，不然他不会让我当这个信差，让我们兄弟再相见，明白吗？好，记得你我同心，其利断金。是，我明白，请大哥转告父皇，他所嘱咐我一定想方设法的办到。时间有限，别再逗留，以免危险。昊天，这包袱给你。这是你这次进宫的目的绝对不止这样，小青被关在永巷里，宝年会领你去的。谢谢你。这里头有些首饰跟衣物，就给小青吧。大哥，我看你带了帮手来，既然如此，我有个不情之请，能不能把母后一起带走？你说？是的，我娘被舅舅关在永巷里头，简直惨不忍睹。就算她罪有应得，她还是我亲娘啊！我实在不忍心看她被糟蹋成那个样子，可我又没能力救她出来。大哥，我知道这些话对你来说没有什么意义，因为你对我娘是深恶痛绝的。可天下谁无父母？如果你将心比心，你一定能够体谅我心中的着急和痛苦的，对不对？我就求求你，求求你啊！七贤，七贤，好，我答应你，真的，你真的肯答应我？谢谢，真是谢谢你，真是感谢不尽，真的。好了，你们快走吧，越耽搁是越危险。见到你了，昊天！我的女儿，这是我的女儿。
女儿啊。京中的怂恿不得了了，你才管吗？住在这儿，外面是。小静，他是谁？小声点，别让其他人听见。太后，昊天来了。太后，啊，不可以耽误，不要耽误，我是太后，我是皇后，不要耽误。他们不是坏人，不会打你的，不要怕，太后，小青不会让任何人打你的，不怕，来过去，不怕。太后自从被关进永巷没多久就疯了，来坐。这个唐昊天越看越像先帝啊。你认出来了吗？他是昊天。你说他是谁啊？老天啊！原来老天爷就长这个样子，老天爷来找我们了，老天爷来了。太后，不是，他是昊天。老天啊！老天爷来找我们了耶。他又开始神志不清了，他是来杀我的，一定是这样，他来替先帝报仇了。大皇子啊，他这个样子恐怕不好带出去啊。昊天，你们说，我费尽心思再进来，就是要带你走的。不要，昊天，你不要管我，听宝莲说。自从你上回来过了，大内就加强了防卫，现在日夜都有人巡逻，连只鸟都飞不出去。你不要冒险了，昊天，你快走。你放心好了，我们有办法进来，当然有办法出去。我一定要带走你，这个地方根本不是人住的，我绝对不会把你留在这儿的。昊天，你并不是每一次都这么好运可以顺利出去的。告诉你，我在这里真的很好。你不要说谎。这地方有什么好的？连皇后在这受罪，是她活该，你不该受牵连。不要这么说，连皇后她已经很可怜了。总之，我在这里一切都好，皇上皇嫂都很照顾我。老实说，在这里反而比以前还安全，至少严兆良不会到这来找麻烦。你自己看看你的脸。你不该受这种苦的，都怪我，都是为了我。是，我是为了你，我一切都是为了你。你是天皇贵胄，你是父皇的嫡长子啊。吃了20年的苦，我就算为你做尽一切都不足以回报你。我受这点小伤又算得了什么？我能够再见到你，我已经死而无憾了，你知道吗？你别管我，你快走啊。我是要走，
我也要带你走啊。我娘也是你娘一直惦记着你，她吃不好睡不稳，我帮你带回去也好让她安心啊。娘她还好吗？严兆良大扫天下，日夜不分的，就是为了要追捕你们。你们可有吃苦？我们啊，不，不要说，你不要告诉我。我只要知道你们一切安好就够了，我什么都不想知道。要是被严兆良发现，他会不择手段地逼我说出来，我什么都不愿意知道。他对你用刑？这个严兆良，这个应该千刀万剐的严兆良。小青，我保证，他划你一刀，我会划他十刀，我要剐了他。我一定要亲手剐了他，给你报仇。我是仙，君我马仙，虽是老心酸。这个应该千刀万剐的严兆良，我一定要亲手剐了他，给你报仇。对，你给我报仇，但是活人才能报仇，一定要活着才能说这一切的，是不是，昊天？你听我的，你快走，你快走。小青，现在我对严兆良而言只不过是一条微不足道的可怜虫，他连杀都懒得杀我。你真的不会有事的，我答应你，我会好好照顾自己，我真的会好好照顾自己。若是你后来你不能再有事了，我娘也是你娘，她才是你的一切，你懂不懂？就算是为了我们的娘，你更不能冒险。我求求你，你快走。你看，你并不是一个人来的，你不要连累这位大叔跟你一起受苦，你不要再冒险了，你快走。我小姐，我忘了告诉你，他是你。我姓郭。回过的过，叫我老过就行了。老过见过公主，我是宋皇后的家人，主人交代一定要带小青回去。公主快跟大皇子走吧。啊，听到没有，娘说的，我们走吧。好的，可是太后，太后，你们要走了，再见啊，小孩子哈，就该早点回家，不要在外面乱跑，早点回去啊，再见。你要干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？老天啊，凤年啊，你怎么醒了？是不是不舒服？你一直都没睡，我怎么睡得着呢？我是在看看昊天回来了没有。都已经三更了，一点消息都没有，我真的很担心。担心什么呢？我担心起先会不会接受昊天。不管是不是我，不管启贤知不知情，他毕竟已经登基了，在大殿上接受了百官朝拜，是当今天子。如果他知道他的父皇并未大喜，又凭空多出来个哥哥，他的地位不见得保得住，那么这场兄弟相会就不一定是喜事了。而是你多想了。启贤这孩子的心性我了解，他要是有一丝贪恋权势的野心，我们父子也就不会落得今天这种局面了。我并不是说启贤这孩子不好，
我也没有其他的意思，我只是担心昊天。我懂，我当然懂。你放心吧，他们兄弟俩一定会团结友好的。我感觉哦，皇兄是嘴讲了尔啦，伊心肝内一定是跟妈爸都无对。伊无爸，你敢想看嘛？伊所有一切拢伫这个严兆良，伫个江爸爸。啊，既然哦，伊为遐冷静，无在就去甲人对抗。几位帝王之尊啊，沦落到这个地步，经过遐个些代志，伊即阵对钱无事情拢总无把握。也毋过咧，为着要安慰皇兄，伊必须安尼讲。所以咱讲帝王歹做。要去看看皇上。玉英，朕实在放心不下。大哥虽然答应过朕，可是万一他看到母后，过去的仇恨没有办法忘记，他还会带走母后吗？换作是你，你做得到吗？你看，你做不到，对不对？所以大哥他不见得做得到。朕一定要亲眼看到母后安全离开，朕才能放心。皇上，皇上，让臣妾陪您快去。皇上，你们真的愿意带太后一起走？别再说了，老郭，去看看宝莲有没有引开那些工人。是。怎么了？玉英，你们来做什么？大哥，老实说，我怕你不肯带母后离开。小青，启贤是希望你能帮母后说几句好话，让昊天不再记恨母后对他所做的一切。启贤，我答应过的事绝对不会反悔的。我既然承诺过你要带严皇后离开，就算我跟她有不共戴天之仇，我也会暂时先把仇恨放在一旁，先带他离开再说。大哥，对不起，我不应该怀疑你，我真是以小人之心。是兄弟的话就什么都别说。严皇后，你还认得我吗？太后她又想神了，你现在跟她说什么她都不清楚。母后，还记得吗？他是唐昊天，是小青的。不，母后，他是赵昊天，是宋皇后和父皇所出，也是儿臣的大哥。我们是兄弟。母后，儿臣终于有兄弟了，知道吗？母后，你安心地跟昊天出去，他会好好安置你的。你不用在这个人间地狱里面受苦，小青也会陪着你的，别怕。母后，你尽管跟大哥走，你放心，我会跟大哥保持联系。我们兄弟里应外合，一定要把祖宗的江山拿回来，一定会的，列祖列宗都会保佑我们。是仙，爱父母嘛仙，恩恩爱爱人心酸。吵吵闹闹怎会生？随时老心。这是皇上赏给我的，还给我，还给我，还给我，是我的，还给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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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怎么回事？不了了，怎么办？我看要等到武惊天崔公公啊。武惊天是已能见光，那个时候再离开还妥当吗？大内侍卫是在武惊官员，
也在那个时候用早膳，其实是防卫最松懈的时候，眼前也只有这个时候走比较合适啊。好吧，就等到五更。大概快四更天了。你一直没睡呀？你也在担心他们是不是？怎么能不担心呢？照说该回来了，这时候拖得越久，情势就越不利。也不单是昊天跟唐征明的安全问题，还怕会连累了彭白晨。他们父女为了我们是吃足了苦头，不好再拖累啊。天地神灵领见，我儿昊天是我们夫妻争回清白、还我江山的唯一依靠，千万不能再有休闲。我诚心请求，请各路神明务必相助，保佑他平安无事。皇后娘娘个人要冒险独立，那你该对起这个，万一那是危险，那你再当出手到三间。哎呀，这皇宫，我这小小的土地神呐，无娘子是安怎入去啊？啊，噶有在了入去炸到去啊？你们，那那是要安怎啦？那是有这个办法吼。娘娘，啊，那你想着讲要从那边到三间啊？哎呦呦，你那条，你那条是行到成风，啊，行到白虎，嗯，这拢伊的地界咧，这来去拢自由，这从你那边，哈，行。啊就去啊！喂，我倒无你这早嫁，你家奶奶敢让我去发作，行啦！母后，到了民间，一切不比大内，你要会照顾自己。别怕，有小心陪着你，小心。你一定要好好的照顾我。不会，我一定会。宝莲，起先，快五更天了，黛云先回去吧。谢母后。起先，我错了，我知道我错了。母后，你是错了。我们都错了，谢谢。母后，你这次跟大哥出去，千万不要再乱发脾气，知道吗？什么都听大哥的，听宋皇后的。我从小就听说宋皇后心地仁慈，她不会跟你计较的。只要我们不要再被舅舅利用，我们的过错就会少很多。我们还来得及补救。我知道，我会听话的，不会再让赵良利用我去做坏事。这些日子以来，我真的很后悔，我什么都愿意做，只要能够弥补我的过错，七贤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七贤，玉英，母后这一走，不知道还能不能再看到你们。如果老天爷不给我们母子这个机会，你原谅母后好不好？原谅我好不好？母后，母后，机会，你带我到燕州去查我爹的尸骨好不好？找到我爹的尸骨，我要把他和我娘葬在一块儿。九泉之下，他才不会无依无靠的，对不对？昊天，
为什么这么难过？老郭他。老郭，你说你是宋皇后的家人，那天是跟着宋元帅的，对不对？你见过我爹吗？我爹他叫唐征明，是宋元帅的幕僚，你见过吗？你见过他吗？小青，老郭跟你爹曾经是同僚，都在我外祖麾下效命。那你认得他吗？公主，我认得他唐征明，他不是个东西啊。唐征明是个胆小怕事毫无担当的人，他是宋元帅帐前最没用的人啊。公主，你能够被宋皇后抚养长大，这是你的鸿福，一定要记得宋皇后的大恩大德，无论如何都要报答她，知道吗？你不要再记挂那个没用的父亲了。你说的没错，我被宋皇后抚养长大，她对我恩重如山，确实是我的福气。可是我爹就算再不堪，他还是我的爹。没有一个儿女会嫌弃自己的父母的。启禀王爷，昨夜里三更左右，皇上皇后出宫往御花园去了，但直到现在还不见皇上皇后回宫。王爷恕罪，属下原以为皇上皇后是不好入睡，随心散步，所以没有向王爷禀报。三更半夜逛什么花园？动点脑筋就该知道，他们是到永巷看太后去了，连这点警觉心都没有，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。属下之错，王爷恕罪，王爷恕罪。这个蠢女人现在也该知道怕了，可以让她出来了，就当是给她的皇上儿子一个情面，以后别再给我添麻烦就好了。走到永巷去。是。王宫内宫，可是甲普通百姓住的所在拢无同款呢。阿达遐着搁讲，这回是卡在恁阿爹斗三工嘞，啊无咱老太头进来。哎呀，咱一路入去到这，拢无看到昊天的形影，啊，只看到颜兆良带兵对遐去，啊，敢讲？啊，我到这皇宫这地方是不是都有找人啊？我是福德正神，特地前来呼救真命天子，请紫斑天神告诉真命天子所在。小心点！
皇上皇后也来看太后了。你不让母后出去，这来看看她也不行吗？哦，行行行，当然行。本王这不是也来探望太后吗？这会儿正好用早膳，皇上皇后就多留一会儿，我们一块儿陪太后用膳好吗？不用了，多谢摄政王关心。只是我们和母后说了一晚上的话，她才刚刚躺下休息，我看还是不要吵她的好。我是仙，父母也仙，温温啊。求老天保佑，我们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。哎，少卿，母后呢？太后已经出去了。只要昊天平安，太后就一定会平安，昊天不会丢下太后不管的。是我不好，我不该坚持要大哥一定要带母后走，要是没有母后的牵绊，你就不会受拖累了。少卿，是我太自私了。皇兄，你不要这么说，让我留下来陪你们不好吗？小青，谁来？老鼠，坐下！谁来？谁来？有贼啊！大哥，有贼啊！地上的土贼，原来是吴王爷驾到，奴才给王爷跪安。说人在哪儿？可就不相信唐昊天能飞天遁地，你
意思你给他演过，快说把他藏在哪儿。王爷饶命，你小人真的不知道王爷在说什么。他昊天早就跟奴才没关系，而且奴才来了这之后也没看到那个反贼王爷明察。王爷，属下参见王爷。武士大人，你跟王爷解释解释，这些日子我连城墙左右十步都没离开。我奴才是冤枉的，奴才冤枉的。启禀王爷，这老小子昨晚一直守在城门口，直到午间时分才离开休息。是啊王爷，是啊。他没嫌疑，那唐昊天人呢？在此路平安哦。那还小心地，我的手帕是你的。等一下，昊天，这一路上都没有听你开口说话。我知道你是为了小青的事情在懊恼，对吗？都是我拖累你们。如果不是我，现在在这里的应该是小青。这是天意，我们能平安离开，这是你我的运气，谁也没有拖累谁，你不用放在心上。只是进了这扇门之后，你要面对的一切恐怕会超乎你的想象。这种好运是不是会继续跟着你，就得看你自己的造化。我知道，我将要面对的是宋皇后。不过你放心，我是真心的悔过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就算给宋皇后磕头谢罪，我也要她原谅我。皇兄无事，有啦，昊天有功，阿姨家己都无注意听咧。我是仙，阿父母嘛仙，我是仙，阮翁嘛仙，吵吵闹闹吵袂散，虽是老先生。你们可回来？见到启贤没有？见到小姐？对不起你。